砸莫哎，夸张呢。台南一号下午发生警匪追逐战，民众围观目睹远警踹人。远警喝令女驾驶趴下，接着从头部狠狠踹一脚，吓得女驾驶大哭，扯女子头发往地上撞，要她趴下，还从背部补上一脚，执法手段太离谱。网友留言狂轰：踹头真的唔汤。虽然女的很夸张，但警方踹头跟流氓没两样。女的都蹲下抱头了，警察还踹人，耍特权吗？但也有网友支持远警是现行犯，不要客气，在国外早就开枪了，何止踹头而已。经检视远警有执法过当之余，那本分局将依规定行政惩处。女驾驶当时载着毒品嫌犯撞到人肇逃，一共撞到两个人，一部车。警方从安南区一路追到北区，狂追10公里。快！快一点，他有撞到人呐、啊！你弄掉了，你弄掉了，你弄掉了。女驾驶撞人肇逃虽然不对，但警方举枪执法，踹头扯发还踹背，强力执法逮人疑似有过当之余，在网络上引发争议。接下来关张台南报道。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。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。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，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。小朋友、baby、儿童、孕妇完全都可以用。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